又下雨了，我先走到这个 Grand Mall 了啊。从地图上来看呢，这个很屌，有个 IMAX 影城啊。我现在就过去逛一逛吧，这面老外挺多的，都是逛街的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是我想说呀，这个保加利亚的这些女性啊，长得并不好看啊，就在白人当中，她属于丑的，对吧？我操，这雨怎么下这么大？他这几个是彩虹颜色的这个 ground 啊，这是个 coffee。 你看他这个单词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，有一些字母。